我知道金毛是皇子。闪鬼有讲啦，然后再来是，你看他花钱如流水这个方式，也知道他一定非富即贵，所以不意外。哎，这一张我们是操作奥利维尔哦。我以为是操作奥利维尔。原来是谍报员。哎，微微找，他来找剑圣的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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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剑圣不是劳拉他爸吗？剑圣不是劳拉他爸吗？我误会什么东西吗？我怎么记得剑圣是劳拉他老伯？对，我阳光健康，超早起的。哦哦，那是光之剑将，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其实我是在考你们记性好不好啦？来，峰哥叫什么名字？哇，你们记性都很好哎。哎，怎么子安说离开就离开啊？哎呀，可以，我很期待他是常驻队员呢、欸，骗我。然后盖乌斯哦，很懂哦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觉得我看一下攻略好了。之前没看攻略跑，结果都后悔。我看一下，所以。现在我要把任务缴一下。这个戒指在哪里啊？这个戒指到底是哪里啊？我真的不懂了。问号。对，剑将跟剑圣差很多。这个。戒指在哪里？我们先去博斯南街，找拉纳泡茶。理论上我拿到了，好，谢谢。因为我在攻略上我不记得我看到戒指，所以我有一点问号。不过没关系，找一下吧。南区，拉纳大大，你在哪边？
上一张某个宝箱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我应该都开了吧？哦，博斯南区拉纳。干，南区这么大，你老兄嘞！探索，没错，我以为真懂，没错，内行，我喜欢。一间一间找，真的，我现在只能一间一间找了。南区就这么大，没关系，我们一间一间踩。地毯式搜索，就是你啦，拉娜。这个游戏没有办法搜刮民脂民膏。南区好像也不大哎、欸，南区其实好像也不大，那就是这里了啦，就是你。就是你。就是你。反方向，我跟你讲。很多宝箱都藏在反方向，真的。我跟你们讲，上个月战神大家就是因为不去找反方向，所以漏掉重要符文，漏掉重要装备，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漏掉的，傻傻的，就是你啦。反过来找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哦，这是哦，之前开到的宝石戒指原来是他的哦。我想说宝石戒指没有什么用啊。空鬼的系统给我地图帝国地图找哦，唔汤哦，唔汤哦。哦，之前那个宝石戒指是没有用的饰品啊，那个饰品没感觉就没有什么用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以为他会归类在重要道具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闪鬼有个地方，我觉得做得很贴心，就是他的传送机制跟标点出来的机制。如果他能够把人口普查全部都列给你，更好。哦，扬言听起来很秋哎，看一下。属性值好像还好。嗯，好像还好。对。闪鬼的剧情就他花太多东西在铺陈跟拉前面的梗，所以闪鬼一代节奏很差。我说实话，所以要去哈肯大门开隐藏任务。好 ，Go。啊，对啦，毕竟闪鬼是，我记得闪鬼应该是法尔康第一次挑战做这么画面规模这么大的 RPG， 可以理解啦，可以，我个人可以接受。
看，这超烦的。哈肯三道最速传说。哎，这个隐藏任务太隐藏了吧？谁知道啊？这个隐藏任务太隐藏了。对啊，有写 NPC 的剧情，我觉得不错。哎，这个我觉得不错，微微不错，我喜欢微微。哇，这个隐藏任务，正常谁会跑过来这里啊？我想一下，所以我应该要去卢安、西博斯街、金古罗尼三道。哦，我今天古罗尼三道啦。对啊，很容易错过哎、欸，真的超容易错过的，可恶。去吗？テンション上げていこうぜ。好，欢迎欢迎。那金古罗尼三道，我走错路了吗？哎、欸，是哎、欸。所以这个是我的目的地，哦，好，我误会了，原来如此。好，欢迎欢迎。哦，我这边不只要跑轨迹，我还要全系列全部跑完。虽然可能会玩很久就是了。哎，我想一下，现在的话应该要往左边移动了。我们先往北边，这是国际机场。好，辛巴晚安喽。早一点睡才长得高。真的，这个坑很大、啊，大坑哦。
空轨就三片嘛，灵璧各一片，所以还好。闪轨四片哦，唔当哦。英雄传说系列我只有玩过那个什么白发魔女跟朱红雪，海之坎哥我没有玩。我有玩白发魔女跟朱红雪。死完一步都觉得还好，三步都打完就发现这个坑有点猛。新之轨迹就是小之轨迹，好感谢。小之轨迹，我记得原本是网页游戏吧。网页版，好感谢。抽卡游戏，我看你们玩就好，我可以帮忙抽啦，但是我自己我帮别人抽运气还不错，自己抽自己的就都很问号。哎、欸，你就一直补血就饱啦，干。这边就跑来跑去，操！这边节奏很差，我说实话，然后视野又不好。轰吧！哇，以身为盾的男人，小鬼有关系，好，谢谢。坑也是有点大，
我也没有想霸凌他，真的，约书亚是我重要战力。哎呦！不能动了。剧情最好是 SC 哦，好，感谢，马上把 FC 打完进 SC， 马上找把时间排一排，把这个 FC 打一打。原来是环岛，不要赶了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我登一下 FG 哦，然后存个档，存档是好文明。休息。对，要吃宵夜了，没错。没有，等等，等等，六点去买早餐吃。七点太晚了。哦，之前那个大剑哦。哇，各种屌像啊！
可能阿加特是傲娇。宵夜看不到学生妹很正常啦，你学生妹要再玩个五六小时，再玩个五六小时就有学生妹很多，看到你生气。各种花式傲娇，哎，这个一定会加入啊！帅，明明没点餐，免费的。可能要旋风斩哦。果然会加入啊！哇，这个血量有点猛哎、欸。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没有他一个人多，你搞。哦，这是可操作角色哎，不是 AI 哎。看一下，哇，回50 CP 哎，哇，这有点强哎。我的发，我们试一下好了。哇，一个自给自足，强，真的以生命为代价啊！戏份很多，好，谢谢。哇，闪鬼山也有他，好 ，OK。
喜欢萝莉的都不是坏人。哎呦，艾斯蒂尔这造型不错哎，火阵。有隐藏任务哦。啊 ，ASD 造型不错，你们的口味有点重，我无法理解啊。所以我看一下我该去哪边。要去马诺利亚村，然后要先去巴伦诺灯塔。好，灯塔，灯塔，你在哪？哇，这个有一点远啊，好，走吧。看起来没有宝箱。没有宝箱哎、欸，只有怪物没有宝箱，很坏。哇，这颜色不错，这个景象不错。
哎、欸，干！怕水哦，巨人。敢马上来大爆射一波。百合项链，看一下有多百合。这个应该是抗性相关的东西吧。哦，防混乱倒是不错，撞看看。这是鲨鱼吗？哇，在空中飞的鲨鱼，原来是红不会刷。来，输牌王安，啊，你怎么改 ID 了？我没有不睡，我在等早餐呢。我下午有睡啦，我下午睡了三个小时吧。我看一下该往哪边走。好，我们往灯塔 go。冲冲灯塔 go go go， 啊，真的，哎、欸，不用侦查魔物，这个倒是不错，节奏很好，嗯，这倒是不错，这片的战斗节奏我没有什么意见，顶多就是 CP 很难回很烦，哎、欸，不用侦查魔物很好。看裙子很短的学生吗？没有啦，我裙子很短的学生要等六点，要等七点。我不想跟他们一起排早餐，我应该六点或六点半，六点到六点半之间就会出门，我要错开学生群。啊，吃饭还是比看妹子重要。SC 就要侦查、哦，好，没关系。这老头也是贱货哎，所以我要杀光嘛。哇，这不怕水啊，没问题。哎呀，糟糕，做错事情。哎，这有点痛哎，这好像有点痛啊。我原本不想用这一招的。
欸，这真的还蛮痛的，欸，幸好复活药囤超多。哎，欸，刚要被灭团了。哇，这蛮痛的，不好惹。我有存档，但是还蛮前面的。萝莉应该不会被查水表啦，他要查早就被查了，我们要相信他。他打队友必暴击啊！哇，好痛啊！痛爆！哎，怎么解除了？靠！哦，我们汤哦。哇，干！还好 ，miss。怎么突然变成另外一个游戏了？约书亚活下来了，他可以的，我们要相信他。重点是要从背后 gank， 哎，糟糕，操作错误，哎呀，我是怎么打，啊？you
去啦，棒棒。哇，混乱魔法果然很重要。混乱魔法感觉真的不错哎。我们这次要小心从背后来，偷偷摸摸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按错算了。有鸡腿三颗牛肉球，哇，也太热血了吧！有点难选啊，说实话。哇，做错。哦，一个苏亚大大，你要活下去。嗯，干得好，棒棒。哦，消灭干净了，棒棒，耶、yeah, ！这游戏真难。一定有宝箱啊，不解释。
可恶，看来是没有了。想太多。哇，那鲨鱼超凶哎！哇，没罩杯都被当狗打了。干，这老头也是贱货哎，很懂啊。这个老头还蛮讨人厌的，可以把他掐死吗？来存档，哇，硬邦邦。目前是对，要帮双马尾找爸爸。目前是，古墓丽影 FC， 真的。你是多有多期待 AASD 双马尾啊？看你一直在提。要先去买便当。Thank you.
对，各种米啦。哇，激烈的肉体碰撞。看妹看到发呆，哎、欸，熊赤草这边可以直接量产了、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时间点吃饭就已经很好吃了。漂亮妹子喂你吃，又更好吃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果然是王道展开。萝莉，你是怎么样？
哦，朋友抢电脑硬要打字，原来如此。结果发现这个孩子是个女的，是个罗啊。哎呦，戳爆你！先发制人。被打倒会自爆哎、欸，好烦哦、喔！怎么都这种阿萨布罗鬼东西？他是不是不会动啊？哦，好，看来终于有反应了。哦，就怕、欸。回避二哎、欸，回避二，我还不来装一波。哎呀，糟糕！下意识，蹲蹲蹲，哇，这很凶哎、欸！哦，唔汤哦。真的要灭了，吓死我！幸好还可以反打一波。好，我们努力活下来了。
大丈夫，哇，活下来了，妥妥的 ，safe。这种视觉上的死角，理论上都是有宝箱的，只是我没想到宝箱会这么烂。我们要去孤儿院，对不对？孤儿院怎么走啊？你们有看到孤儿院吗？好吧，先打好了，先往右边走。左边好，谢谢。你有看到？我没有看到，哎，糟糕！我来仔细看一下。真的，你眼睛怎么这么利啊？我都没看到。哇，你们眼睛真利。套话很会哦。这个可以杀头吗？Thank you.
来看一下，我们这边应该要去北港都市卢湾。哎、欸，不行了，我困了，我该睡了。哇、好，我先打到这边好了，我有点在度孤。看一下打了多久。好，感谢大家，我差不多先打到这边，我可能撑不到早餐了。谢谢大家三更半夜陪我玩啊！我们最近可能就这个跟盟航先交互打 ，FF 十四也会交互打，大概最近这几片。感谢大家陪我玩，晚安喽！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困了，困了。See you。